这个男人叫强哥，他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满是冰块的浴缸里，起来后发现背后一凉，赶紧照镜子一看，好家伙，一条十几米长的大刀疤，完蛋了，腰子被人嘎了。杀手界的顶级杀手，如今被人嘎了腰子，老脸都丢光了。他猛地想起，昨晚在酒吧艳遇了一个美女，美女给了强哥一瓶水喝，随后便晕了过去。现在美女消失不见，腰子肯定也被他带走了。强哥赶紧翻开床下的行李箱，发现里面的手枪也不见了。他赶紧打电话给以前的战友，让他来帮忙。刚挂断电话，强哥便看到柜子上放了一张腰子捐赠同意书，两瓶止痛药和一笔马内。这点马内能干啥？强哥还发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感谢你的腰子，你的腰子非常强壮。他们还不知道已经激怒了一位顶级杀手。很快老战友来了，给强哥带了止痛针，这才缓解了体内的疼痛。老战友劝强哥别冲动，但夺腰之仇不共戴天，他必须在十个小时内找回自己的腰子，否则腰子就会移植给其他人。强哥想起昨晚遇见美女时，旁边有个服务员，他好像知道美女的名字。强哥来到昨晚的酒吧，打算从对方那里问出消息，谁知服务员不搭理他，直接喊来了打手，打手直接抓住强哥的手。强哥可是顶级杀手，直接拿着一本书把他当武器，三两下就把打手击倒，不小心被打手锁喉，但是他丝毫不慌。强哥直接撕下书的封面，扛着背后的人一下又一下，直接把打手捅下，再挣脱束缚，一个回旋踢便把打手踢飞。虽然少了一颗腰子，但是丝毫不影响强哥的身手。解决完打手，强哥抓住了服务员，接着拿起书连捅对方小腹。服务员只好说，昨晚跟强哥在一起的美女名叫安娜，在一个地下俱乐部里工作。得到消息后，强哥也就放过了服务员。从酒吧出来后，强哥因打斗加重了背部伤势，他晕倒在了大街上。等醒来后，他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。在这时，门口出现一个男人，他是强哥的弟弟。原来强哥来到这里是找弟弟的，因为弟弟的女儿身患重病，必须要移植肾脏救命，而唯一匹配的肾脏就是强哥的，所以强哥不敢耽搁，拿着两匹吗啡便急忙从病房出来，继续寻找消失的腰子。老战友拿出一个平板，通过调取监控成功找到当晚的美女，定位到她的精准位置。三人找到地下俱乐部，强哥独自前进去，前面站着一排女人，果然找到了美女。这个女人太狠了，嘎男人腰子从不打麻药。顶级杀手强哥被嘎了腰子，他跟踪到女人的工作地点。安娜知道自己逃不掉了，只好乖乖被强哥带进旁边的小黑屋。安娜苦苦哀求，偷腰子不是她的主意，是后面有人在逼她。话没说完，一个男人举枪便对着两人，他就是安娜背后的人卷毛。卷毛准备开枪，还好杀手的来了，他拿着枪指着卷毛要求他放人。趁对方分神，强哥踢了箱子，掀开桌子躲到一旁，双方立马展开混战。强哥连续两枪并精准射中，一番枪战干掉最后的手下后，卷毛知道大势已去，赶紧先走一步，强哥在后面紧追不舍。卷毛掏出一颗闪光弹，强哥顿时双眼一花，等他恢复过来，卷毛早已消失不见。几人只好回到车上寻找新的线索。弟弟说腰子的血型一定和女儿相同，只要找到患者名单就一定能查到买家。弟弟利用自己的关系找到一名黑客，从他手上得到那份名单。经过对比，他们找到了一个武器供应商，他的血型和女儿匹配度最高，76岁，长期患病，一定就是他了。但老头住在自己的豪宅里，里面守卫森严，夜里也有一堆手下拿着枪到处巡逻，但是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救孩子的命要紧。他们开车来到别墅附近，强哥拿出一个装有摄像头的夜视仪，能实况传出影像到监视器上。强哥告诉弟弟，待会看他手势，随时引爆炸弹。说完，强哥只身一人潜入别墅，偷偷放好炸弹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强哥对着摄像机摆出手势，强哥成功潜入守卫森严的别墅，在监控前比划暗号。外面接应的弟弟看到后，按下开关，炸弹摧毁了电力系统，整个别墅陷入一片黑暗。守卫发觉不对，刚想冲进房里，却又被一个爆炸炸飞。强哥头戴夜视仪潜入别墅，干净利落地射杀了所有敌人，终于来到了楼上，成功找到了富豪老头。可老头却一点都不害怕，因为卷毛早就在暗处等候多时。危急时刻，强哥俯身踢中卷毛的腿，紧接着又一个扫腿踢开他的枪，一手格斗术打掉他的手枪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奈何强哥不是卷毛对手，还被他捅了一刀。危急时刻，弟弟赶到，他一枪打死了卷毛，没有人阻碍。强哥很快抓住了老头，但是弟弟发现不对劲，富豪老头的状态一点也不像刚刚移植腰子。解开他的衣服，果然身上一点也没有手术留下的刀疤，腰子不是用在老头身上。强哥看见照片墙上的照片，发现老头还有个孙子，他
他来到旁边的卧室，发现一个虚弱的男孩，看情况下是刚刚完成一场手术，被偷走的腰子肯定已经用在他身上了。弟弟管不了那么多，自己的女儿也等着这颗肾救命。他端起枪想一枪打死男孩，可是犹豫了好一会，还是怎么也不忍心扣动扳机。他不想用一个无辜孩子的命救自己的女儿。没多久，弟弟来到医院，抱着女儿想陪她走完剩下的路。强哥在旁边看着，他们之间其实还藏着一个秘密，女孩其实不是弟弟的女儿，而是强哥哥的女儿，所以只有强哥肾脏才匹配。强哥才如此拼命追寻腰子。弟弟站起身将女儿抱在哥哥身上，这是强哥第一次拥抱自己的女儿。就在这时，弟弟看到强哥的脚下渗出大量的血，他知道不对劲，赶紧先送女儿出去。原来强哥受伤一直没有说，他亏欠女儿的实在太多了，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女儿。强哥交代把剩下的一颗肾给女儿，很快他就失血过多死了。我们一定要珍惜现在，不要等失去了才后悔。影片到此结束，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次见。